我是马来西亚大马佛教大学校长慧海教授。首先，我要祝贺尊敬的仁波达达奇窝长老八十大寿。长老的慈悲心愿力，让佛光普照三千界，法水长流五大洲。在1994年，我与长老在泰国法身寺有聚会之缘，当年彼此进行了一场盛大的南北传交流，写下了历史性的一页。长老一生以弘法利生为理想，将佛教的事业在国际的舞台上发扬光大。20多年来，看到了成绩，看到了贡献，也看到了一些世界性的影响力。法身是依循佛陀的教导，将三转四圣地的舍命推动到世界各地，将三转四圣地的力量为不同阶层的人士提供许多学佛与修行的平台。法身寺提供奖学金，法师寺举办过万人的短期出家，这些现代性与时并进的步伐，迎合了现代社会的需要。法身寺把佛陀的教义大放光彩，将三转四圣地的精神思想播种到世间各地，让苦难的众生从苦海中能够度脱。我祝愿长老无量寿、无量光、正法永驻，常住世间，普度有情。